现在这个事情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你是不是把那个你呀、啊、跟那个徐华还有这个黄彪啊，把他们都叫到当场来，我给你开个会，我给你准备一下，怎么样？我帮你一把。你看我们澳门。电话也打不通的，那打不进去。啊，那我有这么多事情，帮大家投资在这里，我哪有时间那么多时间去跑到那里去看呢、啊？现在要打电话，你要他打电话的时候，你要他过来，那你要他打电话给我，对，好。我过来了。哎呀，海涛来了。嗯。你不要我现在搞不清楚 啊，现在不一定是5000人了、啊，说不定10000人不骗你。啊？那你就准备20万吧。把老哥银行那个钱也拿出来。要移一下桌上的。我如果来不及的时候，我说今天把投资人赚的钱全捐到这里面去。对，那你就胆大了，牛了。啊，我不能赚。那就牛了。